好，来展示这个 3D 建立工具，这个是 3D 投模啊。然后我之前扫了好几个 3D 投模，这个是我儿子阿云，然后我妈妈，然后呢扫完之后啊，他会帮你把这个头的模型建立起来，之后你要在拍照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用。那它可以做什么呢？按共享，你可以分享到社群媒体，上传到这个全世界的 3D 头像的图库里面，然后或者是档案共享传给别人，别人去看你的 3D 头，或者是设定成动态桌布，看像这样，好，设定桌布主画面，这样我的主画面就会有这个 3D 头像，然后你看它这样子拖拉这个主画面，它就会跟着转，还不错。然后呢，再来回到这个 3D 头像这边，这个是 Sony 广告里面会有一个 3D 虚拟人偶，这个功能呢、啊，它是会帮你把 3D 人偶建立成AR 的形式。用相机，然后即时出现 AR 的这个 3D 人头，然后即时出现。那它可以有好几种人偶的身体，比如说我现在选一个，它现在来形成这个 3D 头。